我女儿在学校这两天有那个感冒的症状，要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哎，我感到那个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方向有个大圆圈呐，那个凹陷的，那个就是一个飞碟啊，那个飞碟的形状啊，那就是这样，就这样的形状。在这个方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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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碟啊，飞碟啊，飞碟在这个方向，在这个方向，飞碟啊。哎，那个飞碟刚才我不是看到那个中间就是鼓起来的嘛，外面是凹下去的嘛，就这样对称的形状。哎，突然那个中间呢，中间越拉越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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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拉越高。像个折叠屏的呀，像个折叠屏的呀，像一个折叠屏的呀，这个折叠啊，好像你到了地上了，插到地上面，然后就升在天空中啊，那个飞碟成了这个形状了，飞碟成了这个形状了，竖在那边，竖在那边，竖在那边，哎，然后那个竖在那边，好像进了个。建了一个指挥塔，建了一个指挥塔，建了一个指挥塔。那个地点就是上次发生地震的地方啊，曾经发生地震的地方啊。建了一个指挥塔，好像那个飞碟上下起降的是一个指挥塔。这个指挥塔就是由飞碟变成的，就是原来一个飞碟啊，就这样吧。一个中间凹升起来，两边就凹了，有那个对称的，然后就一个飞碟就。变得很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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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形状变了一个像指挥塔，在那边啊，指挥塔，它把前期收集到的数据啊，收集到数据啊，像那个转换成像软件一样的，就像我们人脸所说的软件一样的，然后啊，它就按照这个测到的数据啊，指挥那个飞碟下降，指挥飞碟下降，为什么？我们这个地球啊，有缺陷。同那个外星球上比起来有缺陷，那个外星球上来其实多维的，都是多维的，所以你非得怎么这样怎么搞都没问题。但到了地球上就是不是那么回事了，只有三个维度了，横呢、竖啊，再加个时间呢、只有三个维度了。所以呢，只有三个维度的情况下，把那个飞碟拦住了，所以它就降到地球上来了，地上嘣一下子，一下子上那个地震了，嘣一下子上地震了。嘣一下子上地震了，嘣一下子上地震了。哎，我女儿为什么感冒啊？为什么感冒啊？因为前阵子啊，我很仔细的在临牌啊，很仔细在临牌啊，临牌啊。但是这段时间有点累了，哎，累了以后呢，我就基本上没在牌，没在牌。外星人看我，没那么卖力了，没那么卖力了，没那么卖力以后。也加上这段时间，直接从那批飞碟，就从7月份到现在，好久中间呢有段时间好久没联系了，所以呢，让我女儿得了像感冒一样的症状。通过我女儿啊，一有症状以后啊，她想我肯定会给我女儿临牌，给我临牌以后，她就知道了，就把这个消息传过来了，就可以传给大家了。原来啊。就在7月4号、7月5号，在加州啊，靠近拉斯维加斯的地方发生地震了。接连上发生地震的地方，就是飞碟起降的地方，一直起降的地方啊，它要降落到地球上，直接下来进入我们这个空间。以前呢，它也经常来，飞碟也经常来，比如要起一个放射性物质什么之类的，它直接在它那个空间里边，所以呢，我们人类是看不见的。现在呢，它试图进到我们这个空间，就像人一样在这边活动，它要做这个事情，因为有不同的空间进入这个空间来，所以呢，想通过这个办法，想通过我女儿啊，有点感冒的症状，让我给我女儿临牌。哎，我一临牌以后啊，原来临上了，原来她确实在那边建了那个起降指挥塔，要那个建那个起降指挥塔的时候，我在7月5号就知道这个事了。本来说一直想着到那边去看看去，但因为天气太热嘛，
再加上相对来说路程还有点远，就一直没过去，一直没过去啊，也一直没排，没排，哎呀，然后你有点像感冒的症状，有点像感冒的症状，啊，有点像感冒的症状，这样就把这个谜解开了啊、哦，我们又对接上了，又同外星人对接上了啊、哦，又同外星人对接上了，好，又对接上了啊、哦，这个消息传给人家啊、哦，他一个指挥塔。他建了一个，就像我们地上有一个气象台有指挥塔，但这个指挥塔由飞碟变的，原来那个形状就变成一长条啊。它能飞碟能变，包括昨天我临牌的过程当中啊，就发现我头顶上有飞碟，它能根据我的意念能够变化它的形状啊，变化形状。原来飞碟的形状是可以变的啊，根据意念来变的。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